我很喜欢他身上这一套，因为他的垂坠感啊，还有一些浪漫典雅的气息在里面，就很适合我现在很需要一点浪漫的感觉。所以今天出门的时候有做什么准备吗？今天出门的时候先是准备了宝宝，先是忙宝宝的事情，先我们提早起来，然后帮他把副食品等等的都全部弄好，然后就再交给外婆，然后我们就赶快出门。对，有一种就是刚好就是可以出来小约会的感觉。对，其实我说真的，今天在开车去公司的路上，有一种好像回到当初谈恋爱，然后要开车出去约会。虽然是要来看秀，但是还是有一种。哦，好像要我们两个人要出去约会的那种感觉。因为现在有 baby 了，所以生活会稍微比较紧张一点，然后会比较忙碌一点，所以需要有点浪漫的氛围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调剂一下生活。有了宝宝之后，你白天的时间跟你的心思大部分几乎全部都是在宝宝身上。然后呢，像我们两个人在晚上的时候，一定会留一点时间，就是给彼此，然后就聊聊天。我觉得，一整天的忙碌过后还是需要留时间给彼此，然后不管是谈谈心啊，然后或者只是一起做关心一下，还是需要浪漫一下的。对。